年货囤起来，4050大虾必须囤的，188两盒顺丰包邮到家，顺丰不到的地方就走京东。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不能发了哈。看这肉质，哎呀 ，Q 弹，口感鲜甜，再加涮火锅、辣炒、蒸鸡蛋、包饺子，这肉超级好。判断这个虾新不新鲜，就水煮就行啊。水煮熟尝尝，新鲜的虾不用多说，一下就能尝出来。看这肉，看，我这两天都累死了，严重的睡眠不足加上体力透支，幸亏有这个美颜。没有美颜，看我就很憔悴了，已经。大虾，188两盒啊，抓紧囤货去。